怎么不叫我一拜声亲爷呢？不用伤我儿子，别杀我师父！你奶奶的！我师父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父。你打我师父，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。万一我师父贪生怕死，叫了你一声亲爷爷，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？一二三，打出三辈了吧？实在是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！